午安，喵晚安，喵喵喵。首先让我们准备四本 UV， 然后加入散本光变散粉紫色和冬季恋歌，还有白色绿色色精，再把它们搅拌均匀。温度越低， UV 会变得越粘稠，所以我们用热风枪把它吹热火，再全部关进小黑匣子里闭关消泡。自从用丙烯涂过镜框之后，我就爱上了这种方式，它又速度又快，而且还节省 UV 胶。这个爪链可用可不用吧，主要是太容易跑了，经常会弄不圆。这种纸是做美甲用的，所以为什么地胶坑费钱呢？因为一切装饰性的东西你都可以用在上面。这里的圣诞树我是用绿色色精加白色色精加 AB 胶做的，勤快的小伙伴可以用绿色的色精再加深一下那个树的缝隙处，然后再用白色色精给树上加点血。这里因为它太尖了不好装装饰物，所以就把它磨掉了，然后贴上闪亮的小星星。这里还用到了雪花贴纸，非常多的雪花样式，然后再把混合了冬季恋歌的 UV 倒上去。这个散粉真的特别好看，里面包含了好几款不同的散粉，然后加上一些装饰物。然后继续贴贴贴。地胶作品就这样，黑字其实都很普通，然后你要想办法用各种的装饰物去装饰它，然后它就会变得 bling bling 的。这样一个圣诞风的随身镜就做好了，不同的角度都会闪着不一样的光，你喜欢吗？如果你喜欢就请长按点赞按钮，给我三连吧，还有关注我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真的超难贴超难贴超难贴的，不仅容易找不到线头，而且贴上去的时候，剪刀咔嚓下去就短了。